刚刚看小地图，好像是那个鸟文哈比，保证是鸟文哈比。啊，这也没什么好讲，哦，没什么好炫耀的。哎，魔枪，哦，有用了鸟文哈比，活体了。就，哎，等下上面那只怪是什么？我刚好像看到不一样的怪。哦，鸟文哈比啊。这些哈比的东西都可以，哈比的东西都可以卖很多钱。我记得前几集有讲过，啪啪啪。玩完 A 这边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上面要怎么走？哦，这边。往这边，哎，好多鸟哈比哦。哎，可是它掉的东西的几率好像变得比以前还要低耶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掉东西的几率有点低了，还是说他那个重新开始伺服器之后，他那个几率有调过？对啊，因为以前我记得打一只会掉，哦，怎么痛？哎，这里，哦，好吧，应该是我运气不好，对啊，应该是我运气不好，他还是会掉东西，哎。看一下这边是哦，这边有个好大峡谷，往那边看。哎，那颗这颗白白的是什么？哎，往这边这样子斜角宽过去，哇，风景好美。那往这边，其实鸟人哈比他的动作，我觉得他有点像那个，哎，我被沉默。其实鸟人哈比的动作，我觉得他有点像神奇宝贝机动鸟。玩个 R 扯到神奇宝贝也蛮扯的。往这边看，这边附近就没有那个，好像没有船点。这边还有向日葵，沙漠会长出向日葵，不合理啊！看一下这边，哎，这只什么？大家没有看到这只？哎，等一下，先不要打死它哦。这只是玻璃之王，哎，大家没有看到这只玻璃之王？哎，大家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哦，等一下，我要死，我先，白色要重来一次。哦，大家没有看到这只白玻璃之王？哎，哇塞，给他看清楚一下。哇塞，哦，好，那我要先把他打死哦。哦，打一下就死了，超软软的。哎、欸，这边居然会有玻璃之王，那就是玻璃的那个啊，强化版之类的。哇塞，可以在这边遇到他也蛮幸运的。我记得以前这张地图好像也不会遇到吧。哎、欸，那上面可以上去了，好，我等一下要上去。还蛮幸运，各位观众，其实我还蛮幸运的，真的，可以遇到他。我们吃药草人来吃啊，哼，全部拿来吃一吃。然后这边，哦，暴走。哎，打四只，哦，暴走。那刺杀全刃打有一个坏处，对不对？血泪全刃啊，因为我叉子要卡，它会耗魔，所以我现在没有魔可以用。哦，这边，哇、哦，好多只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被吸血。哈比的羽毛，哈比的羽毛，快上！让我上去！哎、欸，上面不能走，好，那我往下走。各位看看，哎、欸，这边有那个哦，又是好多哈比，哇，好痛哦！
欸，超痛的欸。哇，好多哈比哦。哦，改天来这边赚钱好了。欸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不能，我欸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得去别的地方打上瘾了，打上瘾了，打上瘾了。那我们去别的地方。欸，等一下，这一直卡住很烦呀，一直这移动上延迟来真的是。欸，然后移动上会延迟，好像就是它一大卖点。欸，这边，对对，这边。往这边看，欸，不知道还会不会再遇到波一之丸。我记得，欸，好像一只地，只是这边会遇到波一之丸，我会不会又是 bug？ 对啊，这边会遇到波一之丸，好像它又是个 bug。欸，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，哦，卡住了啊！往这边看，往这边看，哦，好多只，好多只，不理你们。欸，往上，往旁边走，往旁边走，我要去别，哦。这是什么？哇，怎么那么多？怎么那么多？为什么这样？哎，圣天使玻璃耶！哎，他们在互打吗？哎，大家能看到？这个是怎么回事？他们在打那个圣天使波音吗？他们在打谁啊？等一下，我要赶快，朱墨的前面，好，决定要来打一下那个，哎，我的那个身上的都。瞧，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。我决定，先去那个传送服务，先到艾尔帕兰。艾尔帕，等一下积分，先到积分。哇塞，等一下，不过我又掉趴了，刚好扯哦。不过我还是要赶快过去一点，赶快过去。先把我的一些蓝水吃一吃，然后赶快。应该够啊，三十几瓶应该够。传送服务到那个艾尔帕兰，对。趁他还没有走之前，赶快走。朱墨，朱墨，朱墨。我们家附近有人在拉铁门。传送服务，快点。朱墨，可以，好。然后我要先去吃一点，应该是不用啊。药水在那里，药水三个人，快点快快，趁他还没有被人家讨伐掉之前，赶快吃掉他。在这里，对，是这间。道具三人购买，50瓶就好，50瓶6万块。哦，不要在我家附近拉铁门啊，很吵。快点快点快快快快！哦，遇到圣天使波伊。好猛，快点快点，刺杀拳有，好，应该是不用那个吧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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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趁他还没有被人家吃掉之前，赶快把他给干掉，快点快点快快快，哦，天空之城朱墨，不过我们因为有突发状况，所以我们先改下次再来介绍，这边有鸟哈比，走开走开走开。哦，走开走开，我要看看是圣天使波伊在哪里。圣天使波伊，我记得刚刚好像在旁边遇到他的，那我们赶快。哦，这圣天使波伊难得，走开啊！不要一直烦我，呵呵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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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那边。我记得是在这里。
哎、欸，上天波，上天天波不，那、看一下这，那这是什么？精英的，还有精英鸟的哈比哦，哎、欸、呀，精英鸟的哈比来看一下，哎、欸，还有精英鸟的哈比耶，挑蓝色的，好，不过我们来准备来杀天波，哎、欸，圣天波啊，圣天使波伊，哎、欸，他去哪里了？哎、欸，对啊，我记得我刚刚是在这边死掉的啊。哦，有现在看，哇，好多只。不过我要先把这圣天波给打掉，他好烦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们在打那鸟哈比耶，好扯哦。圣天波，圣天波，大家有没有看到圣天波？哦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是圣天波？哎、欸，鸟哈比在打圣天波、欸，哎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而且我也补血、欸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对，他那个，因为鸟哈比是恶魔系的，他的那个伤害会，他的那个，他一些治，好像圣石治攻击还是什么，那个治愈会直接给他那个。会对恶魔系造成伤害啊！鸟哈比是恶魔系的，所以也会跟着受到伤害。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是圣天波？我先把他旁边的那只小丑给打掉。遇到圣天波实在太痛了！哇、哦，圣十字攻击好痛哦！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只圣天波、欸？哎，拉近一点，拉近一点，圣天使波翼，来看清楚他的样子。大家有没有看到，一样是天波型的，哎、欸，一样是那个波翼型的，然后它是蓝色，跟天波不一样。哦，他血也太多了吧？哎、欸，一下子补九千是怎样？哎、欸，要把他拉走。啊，等一下，来不及，我看一下，我得吃那个毒水了。没错，吃毒水，破掉了，而且他没给我任何东西。哇塞，果然吃毒水就是那，吃毒水就是屌。哇塞，想不到可以遇到那个圣天使波耶。好，那我想我们这次就先到这边啊。那我们这一集的实况就到这边了。如果你喜欢我影片，请帮我按个喜欢。想知道我何时出片，就订阅我频道吧。那我们下集再见哦，拜拜。圣天使波耶超幸运的。